这里是哪里啊？身上一定有线索。你已经死了？什么？谁可以来救救我啊？有妹子，你好，我是小李，刚分手，请问你有缺吗？你好，我是孟婆，你来地狱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地狱里的孟婆，我可以。我已经结婚了。啊？那你就结扎吧。不要。还有别种选项吗？不结扎，那你就乖乖喝我的孟婆汤。孟婆汤，好吧，那至少在我忘记你以前，在我手上写下你的名字吧。好，我就成全你。这是什么？你结扎了？什么？算了，有妹子。你好，我是小李，刚结扎，请问你有缺吗？啊！变态，老公救我！不，是哪个刚结扎的人渣敢动我阎罗王的女人？老公，就是他。什么？我的小李刚结扎，请问你有缺吗？缺什么缺？看我怎么惩罚你！不要啊，大王，其实我死得很冤枉的。那你说说看嘛。想当初。喂，小妹，你送我的围巾，我真的超喜欢的。等一下我们去吃饭吧。不要，我要跟你分手。哦，小妹，你又这样逗我了。你一直这样嘟嘟嘟嘟，小妹，小妹，你该不会是认真的吧？小妹 ，dring dring。哦，小妹，就知道你是开玩笑的。没有，我只是忘记拿走我的围巾而已。哦，围巾哦，好，我马上拿给你。啊，什么时候？喂，小妹。臭婊子！为什么啊，小妹？嘿，兄弟！嘿，兄弟 ！Come on！ 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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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！兄弟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打着我女朋友去吃饭呢。好好，我刚被女朋友甩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味道，这个围巾。为什么你会有？哦，这是我女朋友小美送给我的。什么？不可原谅！看我这一把，小李飞刀，咻！看我这把，小美来温刀，哈！兄弟，你怎么了？受伤了。等等，我马上打电话。好。喂。对，非常紧急。两位，两位，情人节套餐好了。你还在定位？事情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？对啊，再怎么样也该定三个人的吧？不是这样子啊，你搞错重点了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我要复仇。复仇？老公，看来只有那个方法了。好吧，复仇者联盟集合。我是钢铁人。我是黑寡妇。这是蜘蛛人吧？黑寡妇。那这次我要当什么？释放你心中的愤怒，出来吧，浩克！绿绿的，女朋友跟人家跑了，合力不 ？Let's go！ 哎，小美，你家到了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你们是谁啊？我们就是复仇者联盟，受死吧，吃为炮！什么？砰！哇！有电话，喂，砰！老公，你竟然当我老公坑我的朋友浩克，收拾他。Angry， angry。等等，我接一下电话。哦，行，没问题。喂，是小美吗？哎呦，才三分钟没见就想我了。好了，我现在忙着去陪你哦，拜拜。不。哎，浩克，我叫你去收拾他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收拾我破碎的心啊。浩克，
难道你不想释放你心中的正义了吗？对啊，加入我们吧，正义联盟。我是超人。我是神力女超人 King。 这是金刚狼吧？女超人。那这次我又要当什么？你就当那个最正义的警察好了。出来吧，绿光战警。还是绿绿的。 No。 Let's go。 哎，小美，那我先走了，有事再call我，拜拜。你们又是谁啊？我们就是正义联盟。看我的超人光线 King King。 哔哔哔哔。他没穿内裤。警察先生。怎么可能，你不是平常都会穿内裤的吗？哎，对啊，我平常都会穿啊。哎呦，放在小美家了啦，我赶快回去拿。不，别伤心啊，战警，难道你忘记你还有那神奇的力量了吗？神奇？说得对啊，宝贝。宝贝，出来吧，神奇宝贝。Pokémon Get to the Bay。 我是机动鸟。我是闪电鸟。雨伞怎么卖啊？不是那个闪电啦。闪电。那我知道，我一定就是火焰。不，你是妙蛙种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绿绿的。但是你以为你叫我当妙蛙种子，我就会种子种子。Let's go。拿回内裤喽！你们又是谁啊？我们就是神奇宝贝。看我的机动鸟，机动光线！嗨，不要啊！我的内裤变硬了。看我的闪电！什么、啊？雨伞一支2000，你要买吗？我不要！你不要打！我的脚！就是现在！你说为什么小美要跟我分手？因为你的脸太帅了。帅到分手，帅到分手，安全感不够，先上前走，收下我保守。后面朋友们，我帅吗？帅到分手。丑。对吼，我赶快跟小美解释我很丑。忘记带电话了，钢铁人借我一下。